行政方女士长您该何处啊？我们请张老师帮我们出展一块麦克风。幸福誓言，白立石先生，不管开心的时候、痛苦、难过的时候，都会一生一世守护他，以快乐的心情疼惜对方，钟爱一生，无怨无悔。请回答。我愿意。我愿意。李嘉文小姐，不管开心的时候、痛苦、难过的时候，都会一生一世守候他，以快乐的心情疼惜对方，钟爱一生，无怨无悔。我愿意。白玉石先生、李嘉文小姐，谨自今日起成为夫妻，愿共同生活、成长、扶持、尊敬，任何困难都共同度过，所有忧伤快乐一同分享，直到天长地久。对了，今天的容纳要用印了哈，那我们请那个业务员帮忙一下。好啦，精彩的镜头来啦！请用印，这是一辈子的承诺。好，我们再请新娘子，请用印，这是一份幸福的誓约。我们请理事长交给两位，愿两位白头偕老，天长地久。我们谢谢我们的庄理事长，也谢谢我们台上的主温。